其实孟佳呢，在我们的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面成功的出道，那我们也期待孟佳在未来的道路上面能够继续的乘风破浪，越来越精彩。还好，来孟佳你好，脖子很暖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孟佳，你们的佳哥。来，孟佳今天来到我们的浪凡这样子的大学，有什么样子期待吗？很开心啊，我其实来上海4年，可是第一次来豫园，对，所以很开心，很期待今天晚上的秀。对，跟我们讲一下你今天的穿着打扮好不好？今天难得了穿了一个裙子，一般佳哥都是穿裤子的。说真的，其实我觉得这一套裙子还真的还挺符合你的。对对对，就想说今天这个小首饰一戴，就感觉瞬间变成了娘娘的感觉。完全不一样的氛围，但是我觉得也穿出了我们的浪凡优雅的浪漫。是的，对对，有没有特别想要让你去法国的感觉呢？要不现在走吧，咱们走吧。好吧，我们也希望说孟佳在今天晚上能够玩得愉快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孟佳姐的那个